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umi， 欢迎回来我们的广场公园。今天要来出什么任务呢？今天是那个大家说的小型的游乐设施要给小朋友玩嘛。对，所以呢，今天就是要来做荡秋千跟溜滑梯。对，就是要做这两个啦。那我们现在直接来看看后面有什么新的东西吧。这里我把它改成了一个小桥流水，我又觉得说旁边的钓鱼小屋算了，还是就先不要把它拆掉好了，就当做游乐设施的一部分吧。那我们现在这栋呢，最近大家有在玩那个 Pokemon Go 吗？它最近又出了一只新的，就是那只凤凰，对。然后我后来一直想要再去抓有没有新的，但是一直都没有遇到。大家最近又有在封 Pokemon 了吗？然后我还顺便去查一下，梦幻，有人想要抓那一只吗？他说秋天会出现耶，有点期待。最近突然宝可国又燃起来了，又觉得凤凰好像比其他只来的可爱多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要做什么？竹竿型的通天阁啊，不是啦，像道馆就是这样，直直然后高高的，然后又有点像什么格兰芬多，不是格兰芬多，哈利波特里面那个高塔。好啦，这样子我们的一边的高塔做完成，然后中间我们要来加一些，就是它的一个平台之类的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就在上面走来走去。你家在哪层内？看看这里好了。然后这边就做一个像是溜滑梯可以溜下来的地方。这样子就是我们这一边等一下溜滑梯要走的路线。然后另一边我们的这什么？那叫什么？突然想不起来，《哈利波特》里面那个塔叫什么啊？他们不是要玩那个魁地奇？咦，有的是《哈利波特》迷吗？然后是说最近有朋友又去环球影城，然后就看他们有去玩那个《哈利波特》，就觉得好像很好玩，我也好想要去玩那个游乐设施，那个感觉超级酷，然后灯光效果又超赞。不过这样子我们的外形全部完成，来看一下，我们可以从这里这样子走过来，上面对什么风光明媚，还可以偷看里面的钓鱼小屋的人在做什么事情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往这里，那什么像是独木桥吗？诶，大家有看过一个动画吗？我突然又想起来了，那什么天真与闪电，我超喜欢里面的那个小妹妹，又是小妹妹。等一下大家说不，你是怪叔叔吗？他没有啊，他们就玩那个像是走在斑马线上的那种游戏，感觉好像日本的动画还是小朋友都喜欢用这个梗，就是讲这样走在斑马线，然后旁边就会有鲨鱼，就是我们绝对不可以超出这条白线，不然就会被鲨鱼吃掉。哇，这个就是我自己在脑补了，有没有？好啦，这边我们继续延伸过来，这里的话，我们这边把它再加一个，这叫什么？不是跷跷板，也不是溜滑梯，是什么？荡秋千。这里我们来安装一个，就是一体成型的荡秋千。这里，原来我们的荡秋千啊，我们里面需要两只小鸡，我们来把小鸡丢到里面去。哇，哎呦，我敲到我自己的小鸡，哦，好，两只了，我竟然去偷了这么多鸡蛋。鸭妈妈说，奇怪，我的两个小朋友呢？我的两个小孩怎么都不见了？天啊，我们的小朋友被我们卡在里面了，两只小小鸡，啊，有一只小小鸡跑走了，逃狱了，等一下，两只都逃狱了，糟糕，我们的两只小鸡通通逃狱，下去。哎，他不乖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把这边封锁起来。那两只逃狱的小鸡，哇，下去！另一只下去。哦，有了。然后这样，两只小鸡，通通被我挤下去，有没有？
用我 Lumi 的屁屁把它们挤进去了。那我们中间这里再放一个这个，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的简易超简易秋千，只是线好像歪歪的。哇，我之后再来改造一下，好，把它做成那种可以玩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坐在那个椅子上面，然后就可以假装我们在荡秋千滑来滑去，滑来滑去，有没有？深夜的时候，鬼故事都会有的恐怖荡秋千。好，我们继续这里，这里的话，我们那个溜滑梯这样子不够看，我们用轨道。然后上面这里嘛，因为那个车车不是随时大家都会自备滑雪的车车，这里把车车装在里面，然后这里我们就是加装我们的轨道啦。然后好像大家有说要做沙坑，对不对？沙坑，我想到沙坑可以怎么搭配？旁边这里溜滑梯溜下来，我们旁边把它全部改成沙坑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哎呦，那不，这边旁边我们把它全部改成沙子，对，这样 size 够了吧？够大家玩的不亦乐乎了。好啦，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沙坑了。没错，沙坑什么都完成了。那这样子，妈妈看小朋友在玩耍，一个人很无聊，一定要在旁边做什么？聊八卦啊！所以这里我们放一张椅子给他们坐好了，这样妈妈可以在旁边看我们的小朋友玩沙子，也可以以防危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玩我们的溜滑梯吧。虽然现在天色暗暗的，没关系，我们的旅馆房子就在旁边，这样我们上来就可以沿着鲨鱼小路。哼哼，没有想到啊，旁边都是鲨鱼，要小心旁边不要被鲨鱼吃掉的。然后咧，喂，这里就有我们的车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干嘛？来，坐上车车一路滑下去吧！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样子，我们的溜滑梯这个小小游乐设施，这样子就算是完成。然后这车车记得回收哈，它是公家使用的，不要偷偷把车车带回去啊，因为像个小朋友就没办法玩了。好啦，这样今天我们的安家就是这样子的。最近好像都在做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。好啦，那下次大家还想要看我做什么样的任务呢？没错，我们这边好像两块大大的空地啊。那我今天已经穿了全副武装了，想说会不会有奇怪的东西跑出来找我玩呢？嗯，好像今天大家都很乖，都躲在地下里面当山顶洞人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跟订阅我，也不要忘记旁边的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